盯着，等一下怎么办？然后后面的人要用手掌去碰出去，感觉他的身边在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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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试看，开始让去感觉用骨盆角度不同的水分的进入，可是你可以叫它做任何事情。我觉得第一点比较不稳，不行。推他，听到你这样子发话，就会仔细听你要讲什么。可能 maybe 可爱的部分啦，或者是那部分，也许再多一些。在那个时候，你要总是先做推他，哦，是吧？等一下，会美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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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？要有这种感觉，然后不能这样子，这样为什么？挡住。对。干嘛这样？所以你要把它做出区隔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读懂。然后把罐罐头滚到，也许你刚刚开始。你可以讲，请大家跟随我。好，这样了解回事吗？请大家跟随我一路。大概是照顾，然后你可以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，再这样了解回事，然后你再跟我们进来。2022春季班。要是我心生懊悔，我就可以把你重新点亮。你还好吗？用诡计捣乱他的平和安宁。享受当下，好好生活，这是让我这三个月学到最重要的。